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大乐透人类和电脑的对决》第26回。这个游戏主要是来实验大乐透选号是自己抽签号码比较容易中奖，还是电脑快选号码比较容易中奖呢？这次啊是要来抽出级别是10900049，开奖日期是109年5月22号的大乐透哦。哇，这次决定用黑麦汁的箱子来抽签，而且要用快速抽签，把它摇晃进去。好，好一次。就把它抓出6个号码，哇，好，已经抓出4个了，哇，这里有4个，再，还没有，哇，随便再抓2个出来，哇，6个号码抓出来了，好，总共抓出了什么号码呢？16号，还有这个是1号、8号、5号，还有26号，最后一个是24号，好。展开现在填写投注单吧。这次要投注的级别是10900049，开奖日期是109年5月22号的大乐透。刚刚快速抽出的号码，第一有有一个是1号，接下来呢有26号，在这边，然后呢24号，接下来呢16号。然后还有8号，然后呢还有一个5号。好，希望这种快速抽签的方式可以中奖啦。然后一样这边画一个电脑快选，好，投注单写好了，那就期待109年5月22号大乐透的开奖吧。大乐透开奖喽！级别10900049，开奖日期109年5月22日。大乐透奖号依照开出顺序分别是13、03、46、07、10、39，特别号是29。奖号依照大小顺序分别是03、07、10、13、39、46，特别号是29。那开始来兑奖吧。左边这张是自己抽签号码，来对一下号码对不对？没错，跟投注单一样。好，右边这张是电脑快选的号码。好，马上一样，先来对自己抽签号码。上面这边是这一期大乐透开出来的奖号，自己抽签号码，第一个号码01，没有；第二号码05，没有；第三号码08，没有；第四号码16，还是没有；第五号码24，一样没有。第六号码26。还是没有，哇，自己抽进了6号码，一个号码也没出现啊，杠估啊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，自己抽进了杠估也杠习惯了啦，希望电脑快选可以中奖啦，来，希望靠这张扳回一城，来，自己抽进号码，第一号码02，没有，第二号码23，没有，第三号码24，24也没有，第四号码27，还是没有，第五号码31，又没有啊，第六号码42，哇，一样没有，通通都没有啦，6个号码都没有，哇，这样子这两张这么多号码一个号码也没有啊，哇，好像又到了可以玩双赢彩的时候了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，怎么这么难中啊，一个号码也没中呢，所以两张都杠估啦，双杠啊，做了100块钱的公益啊，所以这一期的人类和电脑的对决就是平手咯，做了100块钱的公益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